大家好，我是教缅语的张老师哦。今天呢，我们也来唱几句那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歌，就是说其中呢几句是肯定是每个人都会唱，而且我们缅甸的这个翻译过来的缅甸歌曲呢，也是跟那个汉语是很像的，所以呢它是蛮非常好唱的一首歌。好，那大家可以听听看哦，也有背景音乐，然后我自己在这边也会唱两句看看哦。好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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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怎么样这几句。好，那这边呢我们就顺便就来解释一下啊。如果说您想要知道整首歌，其实整首歌我们这个歌曲唱的那个歌星呢叫做 Mimi K， 然后他的歌名呢是 Achi Di Chen， 那就是知道爱情的时候。因为 Achi Di Chen 他就是说 Achi 就是爱嘛，所以这一首歌呢他是很能够表达跟那个汉语的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其实是蛮像的。那比如说像刚才那一个的给吧吃得吃得吃得，你看吃得吃得吃得就是爱你爱你爱你嘛，是的给吧，就是真的真的就是爱你爱你爱你。然后 Domingo Do 这里呢是代表是我很爱你， Domingo Mingo 就是你嘛，所以 Min 跟 Nin 其实都是一样的说法，因为在歌词上所以他就直接用这个 Min Domingo。 然后 Chayman Chayman Luanda Luanda， 这里你看 Luanda Luanda 就是非常非常的想念啊。然后 Chayman 就是很暗示，很暗示的就想你想你想你。然后 Dizilo D 就 D 的这个 D 嘛，所以 Dizilo 就想让你知道，所以就是 Dizilo。 你看这两句非常的好唱哦，而且你要学一下就会了。然后 Min de so yin 就是为了你， Min de a de 就是为了你啊，啊对啊，这个也是常用的。都哈呀呀顺耶，就是我呢能够哎呀呀顺耶，就是放弃一切，哎呀呀就是所有的一切，然后顺就是丢掉啊，丢掉也就是放弃的意思。所以你看最后一句是 Yes be lo da ma go da jiao song bei， Yes 就是很残酷，我最怕的是什么，叫松就是最怕，我最怕的就是你残酷的啊，多嘛，多其实就是走了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知道的那些词，多嘛古达叫松，最怕你走掉，其实就是最怕你残酷的离开我。所以如果是你想要表达这几句的话非常不错。如果说你不用表达了，那你可以学着唱几句，然后在那个 KTV 的时候可以来唱。我们缅语歌呢这个歌星是 Mimi K 哦。好，你可以在有一些那个平台上可以搜一下。如果想要知道整首歌曲它的意思还有它的那个词的话呢，可以私信上跟我讲，我再发给您也可以。好的，谢谢大家哦。